我当下看到这片段，想说你有没有吃饱，关我屁事啊！今天中午突然有人跑来公司下跪，说生活过得很辛苦，要跟酷炫借钱。那因为我刚好不在，同事就传了这个片段给我。第一时刻想说公司是什么怪人黑洞呢？那基于礼貌，同事也协助了解状况。每次工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开除。我当下看到这片段，想说你有没有吃饱，关我屁事啊？还是这就是现在的躺平族？一直给钱，我更希望他就好好上班。但还是要刷到土少安，虽然都在跳七星步，但是个善良的孩子。希望这100块可以帮他渡过难关，但拜托，拜托不要再来公司要钱了，因为如果遇到我，我会给你钱。